福興鄉長周延鼎自就任以来，对社区共餐的服务是非常的关心。21号中昼，周延鼎特别前往桥头社区陪长辈做伙食饭，大家哪食饭哪开讲，嘛来听长辈有啥物意见，作为公所未来施政的参考。食饭时间一到，志刚客人碗盘帮长辈夹菜，乡长嘛特别帮大家来夹。关心长辈共餐的情形，福興鄉長周延鼎无定期，拢会前往各社区陪大家用餐，甲大家哪食哪开讲，听一下长辈的想法，看卖有需要公所帮忙的所在无。延鼎上去了吼，啊，非常重视咱福興鄉所有社区，啊，咱在老人共餐的活动，啊，延鼎拢会安排时间吼，去每一个社区甲因关心，啊，看因食了好无，啊，有啥物问题无？今仔日非常欢喜呢，啊，咱来到咱桥头村，啊，大家关心啊，大家因做伙食饭，啊，咱因桥头村呢，咱在地的代表，吼，咱的邓福根代表嘛共同吼来做伙啊来参与，啊，我有交代咱社区这边吼，啊，伫物资方面呢，啊，若有需要工作斗三工的，啊，才甲工作这边讲一下吼，工作这边拢会全力啊来甲斗三工来甲支持，啊，社区的推动呢。会带予咱在阿姆阿伯呢有一个空间运动的所在，啊，甲共同食饭呢，安尼营养才有够吼，身体才会感觉过好些好些吼，予咱在建立起势呢，会当放心去拼伊事业。乡长表示，社区共餐是一个真好的服务，长辈来社区食饭，撇撇饮食无均衡，另外也阁会当来社区运动开讲，予长辈伫个身心灵拢会当有上好的保护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、福興采访报道。